另外过来。不要。那你要当保护罩。奇怪，这里怎么又有一个人？后面还有哈、啊。哎、欸，你这里是镜子哎、欸，这里是镜子的嘞。小猫咪，你看到你后面有镜子吗？追不上妹妹呢。好，来，你们躲到后面出来演场戏，你们想要演什么的？三只小猪啊，小蜜蜂啊，什么什么都可以。来，三二一 ，Action！好，我看一下，再一段，再一段，等一下，三二一 ，Action！ 小红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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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去哪了？这是呢，带着东西去找外婆，外婆生病了，然后。敲门说：“外婆，来，我是什么？”门没有关，自己进来了，不然太烂了。嗯，哦，我的耳朵太长，是因为才能听到你的声音呢。那你的眼睛怎么那么大？因为是遗传到阿妈，因为才能看清楚你啊。那你的嘴巴怎么那么大？因为嘴巴小，才能一口吃掉你啊。喜欢还要记得订阅我，还有按下小铃铛，那我们下次见。